然想要陪我们来麦当劳吃汉堡哦。恶斗章鱼小子也来喽，这是珊珊亲手做的。有感牛牛也到喽，这个是南韩首尔买的鼓，万寿穿的韩服，因为今天的汉堡就是韩味双牛鱿鱼堡，海派鱿鱼季，期间限定。由于海鲜牌最新力作，推出韩国日本美味鱿鱼堡哦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它的包装纸够可爱的啦，而且这个堡还蛮厚的哦。韩味双牛鱿鱼堡在2023年的7月19到8月29号供应哦。薯条中分，柠檬红茶中杯，美式经典咖啡热的，哇，还蛮厚实的耶。面包，还有 Q 弹鱿鱼海鲜排，100%双层纯牛肉，这个就是韩式秘制黑酱，韩国直送正宗酱料，下面还有一些高丽菜丝，里面还有微辣泡菜酱。卡哇伊，酸甜微辣，它的鱿鱼海鲜排可以吃到鱿鱼块哦。韩式秘制黑酱是咸咸甜甜的，然后泡菜酱是微辣。强调是海陆汉堡屋，明明又出镜了，万寿杯亮一点了，对不起，啊，可爱。可以来吃吃看鱿鱼堡哦。有吃到鱿鱼饺哦，它炸的金黄酥脆，软软 QQ 的鱿鱼海鲜排，吃着吃着就觉得好吃起来了。